啊，咱即马来请这陈东山先生吼，我想陈东山含这个这个土代表吼，因为作息啦，哦，作息伊嘉义中学时吼，诶，土代在伫嘉义中学高中部有读一年啦，哦，伊初中部是读台中一中，啊，所以台中一中的校友会诶会长会长吼，啊，即方先生会长，我特别来出席吼。啊，高中一年的时读嘉义中学啦，含陈东山先生应该尴尬啊。哦，尴尬吼，啊后来读附中啦吼，就是即摆师大吼，诶附中诶，啊都会伫美国吼，但当然先去美国，我想足长以来伫台湾大地诶即运动内底，拢足重要扮演诶角色，咱就请陈东山吼，迄当时都做外交部长啦，两个配合足好诶啦，啊伊特别做代志特别学落讲吼，无陈东山诶时吼，伊伫日本着做代志，可能袂咁顺利啦，咱听伊讲一下来。非常感谢吼，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参加这个盛会吼。你敢那，予咱大家回想讲，台湾人一路是安怎走出来？其实张灿龙嘛伫遮吼，他都我看的吼。我是伫高中的时阵，我有听柯世界这个名，但是我甲柯世界是无熟，因为吼，伊个人吼比较短短，小可有罗毛去罗毛去。啊，我足斯文诶，所以吼，阮两个吼，事实上是无斗阵七块块。啊，这有影啊。其实迄阵福山嘛是伫家中啊、初中读过啊。啊，当然啊，高中是甲我同班诶啊。所以我拢互食诶吼，品行国民党看品行较歹，啊拖咧。我其实事实上拢互伊拖住诶。所以吼，算是真冤枉诶，但是拖了吼，感觉安尼嘛是对啦啊。我去美国的时阵，伫奥克拉荷马，我星期去奥克拉荷马，是去予陈永生甲感染着。陈永生吼，三个半暝摕一本《台湾青年》予我看。啊，我是小学听伊讲，蔡东咧变啥物班，我拢知影吼。但是我毋知有一本《台湾青年》。啊，《台湾青年》读了后，先煞怎啊一直爱读啊？啊，所以无形中吼，煞怎啊走入一条，咱是讲走入歧途了吼。啊，这吼。这是半讲笑啦，这是人生内底一个真深切的一个转折吼。啊，有这个机会通来关心台湾的这种种，我相当真欢喜。啊，其实我甲世界熟悉了真久。我事实上今日台伫遮，头拄啊，然后做南疆遐咧讲，拢比较轻松咧讲遮个话吼。我事实上我嘛会使较轻松讲，我甲世界遐事实上有可能，我后生也搁较努力个，我可能变做亲家也不得。不样嘞，我后生就背啊，伊路途太远哦，所以我无努力去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煞无做亲家前面种做征婚的吼、哦，所以这是种表示讲，事实上是，我的思考也是袂歹。我知影世间遐不但工作会做，我想伊嘛可能真好饮酒哦。这我爱去 confirm， 但是我所听，因为陈龙兄伫遮可能较知影。要甲轻松要讲个，还佫一点吼，即、這个我做外交部长个时阵有几句啊名言吼，我想我毋免讲，大家就知影吼。即个就是有影是哦，世间遐避免着，因为伊伫台中，伊有组一挂遮个社团吼，就是伊个一挂会员，大部分拢是妇女，伊走来外交部来找我，在外交部找我个时阵，你讲啊着爱拼。伊摕一张台湾的地图，画两支脚，讲要走出去。啊，你甲我讲，我这我都一定，走的时我都一定走。讲其实我也无做真侪工课，以前的时阵哦，新加坡的外长伫咱阿国内底伫搞个自卑，甚至啊，敢若名啊无一个批评李登辉总统，批评陈水扁总统。哦，啊，我当你讲啊，这人哦，新加坡这外长，这是拢咧替中共哦。讲话要讲话，讲给中国听爽快，所以讲一个偏西大个国家吼，讲遐话吼，我哋，我哋讲这是拢讲遐话是要破中国 LP 啊吼，名就是伫遐出来。啊，迄其实就是讲世界遐伫遐组即个团员啦。啊，一摆伫遐咧讲话时，我想外口都无记者，我就用台语就解个讲啊，足爽快，足欢喜啊。啊！你讲等于说说报出来，讲内底所有人迄个物件报出来，这上是毋是记者会？这是伫厝内怎啊怎啊讲的？
也是无记者在，我这嘛是叫世间贪成着的啦。啊，所以讲起来是哦，啊，真心实的代志吼。所以参与这个社团的活动有好处，是捌真侪人，对你的精神生活，还佫有一部分吼，对较老了会当回忆吼。啊，你若讲关键处啦，无参加这个团人社团的活动，有真侪只物件你拢唔知影。所以嘛，稍微转来讲一个外交，因为这个世间要做，大概先，我拄仔迄阵做阿扁也叫我去做对外交部服务吼。我咧讲，我即摆要去伫外交委员会，我即摆去倒转来做立委。所以即摆伫外交委员会，对有当要要质询哦，我就感觉无啥物通个讲。因为即摆拄着日本的事，我要讲个时，啊，当时咱咧接触个时，阮两位大将伫遮，福山伫遮，即世界伫遮，即啥物人要甲伊比？根本就无大，咱落任了，因用的人，现在用的这个人自己嘛，佫比我较慢呢。我敢安尼讲吼，所以这边呐，但是日本的用人吼，我了解是因为讲究这辈分，这辈分，因为讲究你的资历。啊，咱福传兄也好，世界兄也好，这拢伫遐读书啊，佮因的宰相，因的首相当时是东海的。啊，伊个背景，啊，佮对台湾的认同，真清楚。伊要甲人讲话，伊嘛足清楚。呾讲你咧想啥物啊？伊免烦恼，讲啊，你甲讲个，佚佗啊，心内咧做啥物代志，佚佗，伊免烦恼。所以今日虽然是一个世界兄的一个新书发表会哦，因为即个福传伫遮，我会讲咱台真福气，到阿扁个时阵个引进两位，这些是咱个福气。咱台湾即免签证个物件，赛车。唔免咱个叫做驾驶执照。普拉梅迄阵底下举办普拉梅时阵，我甲世界也通过几落摆电话，因为迄个压力，台湾要讲阿扁伫遐问讲，啊，咱到底摆当摆一当出来，当遐普拉梅会当摆？我不是咧甲对世界上拍电话，所以伊伫遐处理啊袂啊，那么是有摆出来，咁是咁讲，那是真大压力。即姜伟啊，拢甲咱阿爸互咱保住当。出手，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所在。伊阵啊，他拄好提起日本的这七级、七十年这个是体制，就是他拄好说咧，强制你强调讲是咱这个做所谓台湾人比较咧讲这个认同这个外交。其实1970年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所以这个体制咱要安怎甲慢慢改好对咱台湾有利，这是头一道理。所以得了结果的时候，我就一本册内底应该有来写着。当然，迄阵有反映出来讲，啊，世界要做了有较急的，有这种讲法。但这就是伊的个性，尤其是台湾人认同这个物件。你做这个代志，迄种是这个方向无行的时候，这日本人可能唔知影讲你到底你爱行啥物路。所以种这个做法，事实上，咱实在是讲不了。但是伫即个福传兄甲世界兄伫遮先做吼，即个因个即个专项即个代薪哦，真济吼，拢敢若真是真亲密。我有几摆机会去访问日本，我嘛甲莫莉斗阵食过饭，经过恁个安排，啊，经过啊即个代薪，即个因个做南卡奥吼，做两个代薪，我嘛甲伊讲，伊有过辛苦，我嘛甲即个阿伯嘛过食过饭，我嘛甲阿嫂食过饭，即个就是恁底下先。安排，所以这个人脉，这个人脉，我都讲很熟，都是咱外交成功。你即卖日本的大使，你讲讲，你甲安排一个阿伯食一顿，伊哪有通安排？你甲安排搭什么来食的，我就伊唔敢安排，伊真烦恼，这安排袂出来啦。这事实是这样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成功的外交，对简单的几个例，咱就会当看得非常清楚。啊，你嘛今日我咧讲哦。即摆咱咧翻译讲，即摆甲美国免签证。我即阵个时我就讲，甲美国免签证，这是甲因为咱日本免签证，可能是伫遐带动出来，这有相关的关系。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建交，但是伊绝对不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讲我做免签证，伊啥物必要咱台湾，因为咱的素质有够，咱的水准有够，伊相信咱，咱台湾人去遐袂乌白乱来，咱袂去遐讲在后头无要转来。啊，当然，政府咱来去推动，政府是代表咱的民间去来讲，咱会当做什么工作？我认同了，
即个对日本，互咱勉强定了。美国人嘛爱看，讲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但是伊爱互因有签证，但是爱互台湾免签证。所以推崇即个物件了，就是美国人伊嘛感觉讲放心。日本即个政府做代是真认真的人，真用心的人。所以这依然是咱有拍破即个日本，互咱免签证了后，刷了即个国民党执政了后，即个美国免签证。这个是跟咱日本免签证，互咱有相当大这个关系。不过一点，世界上伫遐做，福传伫遐做，拢同款。迄就是因为咱咧讲，外交是连续的。伫美国定咧讲一个 continuity 甲 stability， 你爱有连续性，爱有稳定性。尤其是外交政策有政策是可能是安尼对。啊，即马这个，因为美国迄当时甲日本，你像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Michael， 即日本的美国人 ，Amitage， 因家叫做 group， 甲日本即个关系不只好，啊，因甲李登辉前总统关系不只好，所以咱台湾伊个 two plus two 即个物件，咱台湾袂当 official 放伫内底，但是暗中伫内底当全延续来，啊，所以咱就利用日本这条线来。做姊妹来看台湾甲美国这个关系，所以一条、迄个做法，我伫部长的时阵，我真清楚，福传也好，只要做世界遐好，伫这方面实际上有真一个真好的、真大的努力，要借日本做一个板，做一个 bridge 来看台湾甲美国，特别是对美国这个集团，对日本有好感。有影响的这些人，哦，这当然，迄个信啊上，已经过身去啊，日本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当时是一个真好一条路线来讲。或者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得通讲遐尼济。但是迄阵啊，福传兄无做了后，因为迄阵啊，变总统变福传兄转来做，叫做迄个什么会会长，叫做当阿东协会，阿东协会的会长，迄是等于是部长级的。所以用伊的声望，用伊的资历转来，了就要找人。伊讲刷了啥物人要接，啊真简单。迄阵我就建议，其实伊带到联名内底，但是贵姓伫这主席，伊阵啊，声就讲，啊就贵人真简单啊。哦，先生伊名有讲着啊，世界名有讲着啊。哦，啊讲讲下就，我嘛是甲阿扁也建议，迄阵嘛有甲先生有讲过话。我也决定讲安尼，世界兄去，所以甲世界兄讲，你来接手伊个。我想世界兄绝对，至少感觉会使啊。伊相当信任，伊的资历，伊适合台湾去伫日本做种大使。我想这是一个事实的。我这本书我拢爱无看啦。我三四工前拄着你嘛，你来阿门讲我有看无？伊送去绝对迄个，我连个并轨我拢阿未看，我唔知道你写啥，我拢阿未看。我赶紧来，要开开啊！所以讲唔免啦，即我唔免看，我头壳袂歹，唔免看。我带这身材，我有知影。啊，所以讲我拢无看，但是我讲的对唔对？然后我头先讲的，大家读了，敢要讲我讲的是对唔对？恁大家读了，大家讲，当初是咧乌白讲的，是毋？哦，看了，会当证实讲人老翁老，但是头壳还袂歹吼。所以吼，台湾吼，尤其选举中间，拢足侪讲。讲什么爱世代交替，我足反对的。我足反对世代交替的。啊，你世代交替，少年选袂掉，啊，老也选袂掉，你想到无要用老的。所以吼，我爱替老的人讲一寡好话的。我逐项拢讲世代交替，到选举中我就啊，迄个老啊，迄个老啊，喏。啊，其实够袂赢咱，对不对？你头壳来比看卖，对不对？啊，东阳你这上清楚啊。东阳要这，大家要走五千公尺，无？东阳啊。所以哦，我蔡主席都已经走了，我来个蔡主席哦，爱加提拔一个老的啦。哦，安好，来笑过。哎，多谢。蔡东仪今天把自己拢走过五千公尺啦，还伏地挺身哦，还倒，哎呀，他卡伫面顶哦，还倒立哎。陈中山立委哦，小刚啦，伊都每礼拜拢等于台南吼。
啊，恁台南服务的乡亲呢，啊，伊拢特特别咧运动吼，啊，所以含恁太太咧运动，拢有啦吼，哎，看起来有，哎，但都啊，迄个陈东山立委在个讲咧，我来印证吼，第一项就是讲，确实啦，伫2004年啊，变啊，伊当时迄用这个土石来先生啊，有问过这个陈东山吼，迄种外交部长啊，问过迄黑明明先生吼，啊，都会推荐这个土石来先生。啊，基本起来对有。啊，第一讲突破这個72年的体制这吼，啊，阿扁总统伊当时含这个土台赛见面的时来讲哦，你唔通做遐尼冲啦，人以前日本讲哦，纯冲袂使啦。哦，啊，倒个土台讲袂使，这72年体制无甲无拍破的时候，台湾含日本的关系袂当用国家的立场来做啦。所以阿扁点点，啊，无回应吼，啊，表示赞成的款啦吼，你后来拢无来念啊，啊，所以赞成，迄内底七点五吼，啊，另外。讲吼，莫里长吼，就森田啊，森喜郎吼，啊，森喜郎即外交系统，他确实罗浩传做代表是着慢慢建立吧。当然，愈早是李登辉时代啦吼，李登辉时代含即、這个即个自民党吼，日本的政界方面交往，啊，但是到罗浩传做代表是着建立的。所以对森喜郎迄派内底，比如讲小田交啊，迄、那个小泉啦吼，小泉啊，袂到即个阿伯吼，安倍啊，袂到福田。哦，啊，袂讲到以后的这个民主党，啊，是那种建立这关系啦，啊，这关系相当好，啊，是这长期来建立的啦。所以外交方面，唔是讲满是哦，一遍就安完成啦，可能经过足侪遍的啦。啊，咱好加载吼，啊，八年中的时有这个派遣这个罗传先生，含个柯志来先生做大使，啊，所以连续啊，让日本对台湾感觉讲足信赖啦。因为外交上重要就是爱信用，爱信赖。伊对你有信赖，感觉讲会当和你做朋友，袂讲和你会当相信的是，迄外交才通突破。啊，所以这两任当然会当和日本较好个，因为这两任的人，起来拢伫日本拢有做工课啦。长期罗传先生联合国大学是也伫遐嘿，而且土石代表是毋免讲啦，对金田鼠大学，对1988年是做1995年还退休个，啊，长期拢伫日本。啊，所以对日本的政界、学术界、文化界，足清楚。啊，当然，也是会足认真来建立讲这人脉关系啦。所以人脉关系应该是做一个外交官上重要所在啦。那如果用这点来看的是，咱能发现讲，像马英九所用的人是也无什么人脉关系的。而且人脉关系唔是讲什么人拢做会晓，爱看人爱使哦。而且我感觉，也是在阿扁的时代，人用这两位是也足好的。啊，另外我爱讲是讲，当初即个陈东山迄当时做外交部长的时候，都2005年，啊，日本人比较的是本来讲哦二家就是讲外交部长，嗯，这边的做，这边外交部长、国防部长互相来交谈。交谈的是2005年就讲，当初做即个亚洲发生问题的是，东亚发生问题的是，即日美吼，诶，东面关系会当到台湾海峡保护台湾，啊，即对台湾最重要的是点的发会改变啦。啊，如果咱来看的是，最近美国讲伊个等下亚洲啦，含日本即安倍要做首相，我想这一种的国际局势会改变，这种改变，我想咱确信讲两项会可能影响。第一讲，即马英九所行的亲中路线可能发生问题啊。第二，可能台湾咱即马在野力量，袂讲台湾人了解日本的人，应该利用这时阵内底，安怎含台日本建立愈密切关系。2016年，如果会当来执政的是，靠机会来用这条线来建立讲台湾的安全。